就是思考就是在那边医疗照顾的问题，还有老人他们怎么样去，你怎么样去认识那边的老人他真的关注的他在意的东西，然后才从这边去发展就是说那个照顾的方式。对，那我们接下来会请陈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对自费安养机构使用者。